来看一下这台刚刚改完的瑞泰的 RC76、啊、加了顶灯，然后机盖灯改了上去，加了雾灯，雾灯的话还有一个绞盘啊，绞盘是藏在里面的，然后用的一个多功能的绞盘空气啊，之前也改过这个啊，这个 B 的话是放线，放线速度比较慢啊，然后雾灯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来控制它的闪烁、关掉还有常亮，后杠灯的话也是可以控制的，看一下闪烁、常亮，然后这个是它原来的啊，刹车灯、倒车灯、转向灯，顶灯的话是通过这个大灯一起控制的，然后关掉大灯啊，通过一个通道来控制常亮、呼吸、爆闪啊，可以单独关掉大灯啊，只留顶灯，反正通过一个通道，转向灯其他的都是联动的